加油。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、迎着痛，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、想飞就用心的去飞，洗不尽力狼狈。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，拥抱遗憾的美。说别停留等待，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藤袍，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。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，我的梦，我的梦。说我不再等待，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，因为你是我的梦。啊，我想问问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一首歌会激励你们？来，扎西。在那东山顶上，因为这首歌就体现了我们藏族的一种美嘛，然后我就听着它就非常开心。在那东山顶上，上起白白的月，好美啊。我觉得我唱的那首《天之大》非常的激励我。哦，因为每次我有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唱到那首歌，我就能想起我妈妈鼓励我的时候。我们还想听哦，我们还想听，我们还想听啊，我们也想听啊，来唱两句。天之大，唯有你的爱，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力量哈。我刚才看到安谢你这一唱啊，又把你妈妈唱哭了。我今天蛮喜欢崔迪老师的这个音乐团队，这首《我的梦》的这个原唱者是张靓颖，张靓颖的原版的这首歌也是崔迪老师编的，
主要是表达了他入行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幸运的人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走了三届，我刚才自己算了一下，我结识了48位学生和10位音乐导师。我觉得坐下来最大的意义就是，我特别希望孩子们可能过10年20年，他们在回看他们现在的音频的时候和视频的时候，是另一种感动。因为这个童声是一辈子就那么几年的时间，最美好的时间，我们留下了它，是非常非常值得回味的。